如果你真讲得好话的话，我也来就不去了。阿宝还是挺了解我的。我现在呢在中文学校教书，我教的呢是一年级的学生。那我现在教我的孩子们呢，就是说最基本的儿歌。我今天突然发现呢，阿宝这哪是七绝，整个就是儿歌，朗朗上口，通俗易懂。阿宝，你记得把这两首诗发给我 email， 因为我不大上网。对，我可以让我的学生来学你这两首儿歌。有最有用的东西，对吧？作为一种传播，中华艺术的传播，而且说这是九行马写出来的，对你的九行马推广也很好处，收广告费一堂课5块钱。好。OK， 同意了。好。OK。没听懂，但同意了。那我就50块钱。不是阿宝给你的推广费。那好，今天最后的时刻，见证奇迹的时刻要到了。